第五段，动作演示和动作分解演示。第一个动作，左蹬一根。 分解演示，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双开合，合于自己腹前，在合的同时，提右脚向自己的左脚处盖步。 第二个分解动作，双手上升开合，在双手上升开的开合的同时上升迈步开合，把左脚收后弧线收于自己右脚里侧。 第三个分解动作，双手有掌变拳，抖小劲儿，跟我们前面学过的这个抖小劲儿是一样的，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第四个分解动作，双手双分，全面向外击出，同时。 提脚蹬出，下面我再把左蹬一根完整的演示一遍。 右蹬一根，我先把右蹬一根完整的演示一遍。右蹬一根，分解演示。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提合。 在合的同时，把自己的左脚收回，同时右腿屈膝松胯。第二个分解动作，双手开合上，合于自己腹前，在合的同时，摆左脚。 第三个分解动作还是要抖个小劲儿，在这里呢不再重复了，抖个小劲儿。第四个分解动作，双手继续双分，提右腿向外蹬出。下面我再把右蹬一根完整的演示一遍。 海底翻花，我先把海底翻花完整的演示一遍。海底翻花，一，右手回收。
左手下叉，在右手回收左手下叉的同时，收右脚，把右脚收回，提起。第一个分解动作，第二个分解动作呢，跟我们前面学的海底攀花要求就一样，翻发力，同时左脚脚尖里扣，转体，一、二，完成。现在我再把海底翻花这个动作演示一遍。眼手锤，眼手锤在海底翻花完成以后，我先演示一遍。动作分解，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沉零卷起踩，同时沉的同时重心下沉，松手胯，领的时候跳起落地，完成。眼手锤后面几个分解动作用于前面重复，在这里呢就不再做讲解，我再把眼手锤完整的做一遍。转经炮又称扫堂腿，下面我把转经炮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转经炮动作分解，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在这里引分，右手走下弧线里弧线合于自己腹前，左手翻手拧起在自己耳侧，在双手领的同时，身体先向左转，然后勾左脚尖，重心以左身向右转，提膝正脚，第二个分解动作，右脚脚尖外摆，摆脚，重心移右腿，啊，左脚呢变扫堂腿形式去扫，这边呢要转过来，转360度，就是说从这个360度计算，是从眼手锤这个方向计算啊，从这个方向计算开始，从一、二正脚，三摆脚，四转过来，完成。下面我再把转经炮连续的做一遍。眼手锤，我先把眼手锤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转经炮完成以后，双手开领啊，在这里开领，同时两脚向上领起，跳跃拍踩震下来，这为第一个分解动作。后面几个分解动作呢就一样了啊，
我们不再讲，我只把它演示一下。因为颜汝锤在这里面呢出现了很多次，后面动作呢基本都相同，只是在第一个分解动作时候呢，偶尔因为动作和位置的不同有所不同。左冲，下面我先把左冲完整的演示一遍。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领回挂，双手领回挂，同时重心下沉，稍向后坐，领挂下来。第二个分解动作呢，就是一个空中的跳跃，双手继续上升，转挂下来，一二。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呢，同时转身90度跳跃。第一个分解动作完成以后，二第三个分解动作，双手走一个下弧线上升，双拳向前击出，挂击出，挂的时候重心后移，在冲的时候呢后腿蹬地向前发力。下面我把左冲再完整的做一遍。右冲，我先把右冲完整的做一遍。右冲的动作与左冲的动作正好是相反相成的，双手回挂，领捋下来，还是走下弧线挂，双拳向前击出，同时在领挂起转身跳90度穿过来。这个动作跟左冲一样，只是相反方向。下面我再把右冲做一遍。倒叉，下面我先把倒叉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倒叉动作分解演示，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双顺拳双开，同时身向右转，重心右移，拉开。第二个分解动作，右手逆沉下叉，左手逆沉捋合，合于自己右背上端，全心全眼向自己的右背，在合的同时重心移于左腿，并右步，最后右脚就是脚尖着地插下来。第三个分解动作，
双手开转插下来啊，还原成第二个，最后定速的时候还原成第二个插下去，最后要在空中旋转一个360。再看一遍慢动作，展转插回来，脚呢是在原地起跳，跳一个360。那么再做下第三个分解动作，下面我把倒插这个动作再完整的演示一遍。海底翻花，因为海底翻花学了很多了，在这里我简单的做一下，双手还是这样，左插右提翻手领起，再看一遍，岩手红锤，因为这个岩手红锤跟我们前面刚刚学完这一个岩手红锤动作呢，要求就一样了，海底翻花接岩手锤，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只把它，我把海底翻花、岩手锤这两个动作连续的演示一遍。二红，下面我先把夺二红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二红动作分解，岩手锤完成以后，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在这里各抖一个小圈，松沉，右手全心向上合于自己左肘窝上，同时身向右转，重心左移，左脚尖抵扣，起脚震，第二个分解动作，双手在这里，一先提送，二回来抖一个小劲儿，抖一个小劲儿。第三个分解动作，右手三手啊，横拳打一个里劲儿，近脸呢在自己小臂的前端和手拳的外缘部打一个脸劲，左手收于自己腰侧啊就可以了，也不是正中的腹部，也不是很侧，稍侧一点，在双手分的同时，右步横向的开出一步，第四个分解动作，双手在这个时候松啊，松的条件是靠
首领啊，不是到这里丢掉，而是首领的首领提万苏和啊，在这里苏和和尚，在松和的同时，重心移右腿，左脚提上步和，然后还原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分解动作上，上步横向的再打一里劲，这里头比较难做的是在这一松和左脚这一步，左脚这一步呢，这种步行和步法呢，我们称这个是行步啊，所以说这步要轻灵，不要变成这种很重的步行，就失去了多二红的灵巧。大家再看一下，第一个发完力以后，侧喉前一点要松要轻，后面近点要沉要稳。再看一遍，下面我再把夺奥红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第五段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我把第五段再完整的演示。第五段主要练习的一些跳跃，这里边有扫堂者，也就轻鞭炮，有元首锤和夺日红，以及左冲右冲这些连续的跳跃动作。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夺日红是远距离的奔袭啊，远距离的连续奔袭动作。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对左冲和右冲进行分解。推手当中也好，甩手当中也好，推手当中两个人合力推手，等你不管是左手右手，先捋再冲啊，搭手就可以冲，搭手就可以冲，就搭手就可以冲了。因为套路上是拳，我们这里不能用拳去击打，只能把它变成慢劲啊，把它变成慢劲，搭手冲。啊，也可以这样冲，本来是应该是挂拳，这很重啊，很重，所以挂拳这个很重，所以我们挂变成手啊，变成手。所以呢，在推手的时候，就是对方出直拳，挂压手，啊，向前冲。注意这里边有一个小套步啊，当对方出手的时候，出拳。接拳不能再迈步再去冲，来不及了啊！大家看啊，接拳向前套才能去冲，不要等了半天，接了再去套来不及了，上不去。
接着同时，脚到位，接着同时，脚到位，卡上，去冲，用前冲，这个是比较重的打法，也可以在推手当中这样挂这样去冲，这很重要。左边，从上挂下冲，挂，这样冲，肋骨容易打断，肋骨容易打断。那么在顺步推手当中。 顺步推手当中，只要你捋就可以冲，所以呢，冲的时候还可以在顺步的冲的时候还可以用管脚法，管脚向里扣。当然，更重的，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从外面接拳，这是保险的一种方法。 当对方冲过来的时候，可以从里边接拳打头，里边接拳打头，这比较可怕啊！里边这拳右手还要对他脸上去骚扰，不能够出拳接这个拳，不能打你脸上，那不行。就是接的时候，右手又对他脸打的嫌疑，实际上从他回来了，接回这样打上了，所以接的时候不要单着一个手哦，挡住，那不行。 要这样打，这是冲，左右红，左右红。如果对方出拳，接打，短距离的不分析，接手打击，从这里接手下滑踏击，打击，也可以。 接手套步打击，左右一样，里边打，外边打，所以呢，还可以对方出拳，还可以这样抓，对方出拳走侧面，这样去打。如果解决不了打，对方出手。 走侧面，这样就打了。如果还想摔，走侧面这样套，这样走横劲。我们现在比的都是烧结劲，没有，当然还可以套上去用肘去发，肘去发，肘横劲非常重了，非常重了。所以呢，这些劲呢，就是要活的运用。 不要非常激烈的，下面我们讲一下倒叉。倒叉，我们前面的指南之用已经有所阐述，倒叉主要解决和对方僵持的时候，把它插下去的。比方说，我很摔跤，你要想撑开，那非常费力气，那怎么办呢？就用倒叉，用倒叉。我们倒叉插下去，有一个突尖。 大家看啊，只要到用力插下去，头就撞到肩上去了。突肩，这就是个插的过程中有肩，也可以直接插去打胸，这非常重，插下去打胸。所以呢，重要就是你这一把，这一把要这么插下去。当对方力量非常大的，可以退步插，退步插，退步打肩。 打肩有三种，一种是侧向上打挑肩，一种前平肩，还有一个就是插下去以后打下踩肩，这三种肩法要反复练习。当然，插过去还可以打背靠肩，还可以打背靠肩，就是插背靠，连手带肩一块。 这都可以，所以这几种倒叉就是一种靠法，这几种靠法要分别的分开的去仔细体会它，仔细体会它。第六段动作演示及分解演示。第一个动作连环抱，下面我先把连环抱完整的演示一遍。多少红完整以后。
个分解动作，出左拳，身向右转。第二个动作，出右拳，身向左转。第三个动作，继续出左拳，身向右转。第四个分解动作，出右拳，提右膝。下面我再把连环炮连续的做一遍。连环炮在出拳的时候，这个时候打的是力拳，我们圆拱锤打的是平拳，以力拳的方式打出去。下一个动作，玉女穿梭。玉女穿梭是一个空中的跳步动作，首张动作是引回身带下来，引回身带下来。我先把脚步放慢，引上步，领转身，下面我把这个动作按正常速度做一遍。大家再看一遍，回身当头炮。我先把回身当头炮完整的演示一遍。回身当头炮，动作分解，双手下挂，走护下弧线，捋挂下来，上升，向前发力，前手以手腕手腕部向前发力，后手力拳在自己的左小背里侧向前发力，双手在这里走一个圈走一个弧线的运动。重心下挂的时候，重心下沉，后移，发力的时候右腿蹬，重心前移。下面我再把回身当头炮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下个动作，玉女穿梭。我先把这边的玉女穿梭再演示一遍。玉女穿梭动作分解，第一个分解动作，右手顺长回收，收于自己腰际，左手向前出拳领，注意背不要伸直，背是弯曲的，顶开，同时身向左转，重心一右，提左膝，分解动作，左手领引转身挂下来跟我们刚才做的第一个运穿梭正好是相反的，这个是向左侧捋挂下来，
这个是向右侧捋，挂下来。步伐同样是相反的，双手领，我先把它放慢，挂过来，转身。下面我把这个动作跳到一次。穿梭，完整的演示一遍。回身当头炮，下面我先把回身当头炮这个动作完整的再演示一遍。这个回身当头炮和我们刚才做的回身当头炮路线正好相反，这个是左手，这个是右手，啊，动作是相反相成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了，大家可以再跟看我把它演示一遍。撇身锤，我先把撇身锤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撇身锤动作分解演示，第一个分解动作，双手变成左顺右逆，各走一个弧线合上，同时身体微向左转，重心右移，变一个小跳步。分解动作与我们本趟拳前面讲的撇身锤动作相同，在这里呢就不做解释了。下面我把撇身锤再连续的做一遍。二环肘，下面我先把二环肘这个动作完整的演示一遍。二环肘第一个分解动作，一，双手作腕向左侧发力，发力的同时重心下沉。二，双手回挂领，捋过来，左手变掌，变掌向自己的左侧展开，右手收于腰际，同时左脚尖外摆，分解动作，右手走下弧线向上挑，打一个上挑肘，左手顺抻下合，合于自己右小背上，右手右肘找左手，左手找右肘，双手形成一个合力，在双手合的同时当走下弧移重心，注意这个手呢又要走下挑，身体呢在这里有一个起中求正的过程，挑往上去打，同时右脚上出一步，这个时候与我们撇身锤的动作已经转体了180度。我把方向先调一下，大家先看一遍。下面我再把二环肘
连续的演示一遍。顺安肘，双手，这个时候继续合抱，啊，继续合抱，双手不分，不要分开，合抱到一起，首领，回带，向自己的右侧下击出一肘。啊，向自己的右侧下击出一肘，在击肘的同时，收右脚，迈步，我再把顺安肘演示一遍。继续，最后还是不分家啊！继续回带领，合于胸前，双手双分，跟一个双分肘打出。步子呢，跟顺安肘的时候要求是一样，撤。起完。下面我再把穿心肘演示一遍。下动作玻璃炮，穿心肘击完以后，双手继续回带，向自己的右上方先击出一肘。啊，这是一个上挑肘，啊，先击出一肘，双手大挑，这是第一个分解动作。脚下的移动呢，与前面两个是要求是相同的，这是第一个分解动作。第二个分解动作，双手挂、展、挂、领、踢脚、摆，下面我把窝里炮再完整的演示一遍。井栏直入，我先把井栏直入完整的演示一下。井栏直入与我们前面所学的井栏直入基本相同，前面是展再去合，这里呢在外摆，左手插，右手合，同时上左步，脚尖里扣，上左步。看一下，我把它演示一下。方法梅花。金刚宝队这两个动作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在这里呢不做分解演示，只做一遍连续的演示。我还按我刚才讲拳这个位置去做一遍。井栏直入，三扫梅花，金刚宝队，
我方向转过来，大家再看一遍。本章节最后一个动作，收势，双手，啊，这个右拳，由拳变掌，开。合，按下来，两手呢自然下垂，还垂于我们两腿侧，与我们一边是相同。再双手开合，按的同时重心一右，收左脚并步，完成。恢复到我们一边式的时候的姿势，大家再看一遍。第六个动作我们就讲完了，下面我就第六段这个动作进行连续的演示。可以说到这里，本趟拳所有的动作也全部讲完了。在下面大家还可以看到整趟拳的全部演示和这趟拳每个动作所应该所处的正确的方向。陈氏太极拳二路又名炮锤，在陈王庭创拳的时候创了五趟太极拳，一趟炮锤，一趟新架，一趟这个长拳108式。那么后来经五传到了14世陈昌兴的时候，已经把五趟太极拳归纳为一趟太极拳，后来感觉还是少了一点，就把炮锤当做了陈氏太极拳二路。其实他本身就是陈王庭创拳时创的这个炮锤，这里边有连环炮、连珠炮、卧底炮等等等等。虽然其他的拳式啊不叫炮，例如左冲右冲啊，左冲右冲和当头炮是非常近似的啊，非常近似的。所以这趟拳呢是刚多柔少，动作急速啊，动作急速。发力跳跃、穿蹦跳跃、闪转腾挪比较多啊，是一路泰拳很好的一趟辅助的练功拳。社会上有一种传说说，一路拳是以身领手，二路拳是以手领身。我认为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牵强。其实一路拳也是以手领身，二路拳仍然也是以手领身，你要求是稍接领进，节节贯穿啊，节节贯穿。只有稍接领进，节节贯穿，你才可以牵动往来气血背。只有稍接领进啊，两头卷曲，你才可以神意鼓荡。只有稍接领进，两头卷曲，你才可以把泰拳的禅师劲、旁劲、里劲体现在淋漓尽致。太极拳一路也好，二路也好，其核心的练习方法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禅师。陈星说太极拳无处不禅师，陈星说太极拳禅也，太极拳禅法也。那么其实一路和二路都饱含了禅师劲，一路就有禅师。禅师其实以顺禅和逆禅两种基本禅师法，万变不离其中，不管你什么样禅法皆出不了顺禅和逆禅的禅法。
所以要想练好太极拳，就必须练好陈氏劲。练好陈氏劲，才能产生同性，才能结界分家，才能周身一家，才能一气贯通。所以陈氏劲的训练在泰拳里是非常重要的。二路拳前面我已讲过，易学难练啊，易学难练，所有的劲都要你非常放松的时候，非常协调的时候才能发出来，所以叫松活弹抖。那么陈新在他的书上说，虚龙乍用，直位一转啊，这一转是功夫，这一转是要很好的努力去演练它，去揣摩它，去体会它，才能理解各种三位。说起的非常容易，做起来就非常难。那么下面我就这场拳主要的技法做简单的阐述。首先是捧法啊，捧是太极拳的核心啊，太极拳捧劲也，没有捧劲就不是太极拳。有力在前面有讲过，有力就要捧，逢捧必要缠，逢缠必要转，逢转必要沉。那么我们把它归纳成16个字：逢力必捧，逢捧必缠。那么这里把它说清楚，捧和缠是手背的自转，转和沉是身体的公转，次序不要搞颠倒，不要和别人捧上，先用腰，再用肩，再用肘，那不行，不行。所以呢，就一定要先冲手上走，一动先走手，走手必炸肘，啊，必炸肘。那么走手以后，通过缠丝，然后通过身体的旋转，通过松胯下沉，就完成了，啊，就完成了。所以在推手当中，两个人周而复始，都是通过捧、缠、转、沉来完成的。这是学习二路太极的技法的第一条，首先要学会捧劲，第二条要学会捋劲啊，学会捋劲。捋劲在前面我已经讲过，捋劲分上条捋，例如我们练习的六分四臂啊，六分四臂的调整就是两人搭手转，这就是六分四臂。如果他人退出去，那么我的姿势就正好就是六分四臂，正好就是六分四臂这个姿势。这就是上条捋啊，上条捋左啊搭手右，左右皆可练习。第二是平面捋，就是平面捋是以自己的手或者肘作为支点，对方的背作为杠杆，对方的你的领对方烧掉这个手作为力点，让它从你的外围去旋转，这是平行捋啊。一定不能把支点撤掉，支点撤掉就捋不走了，一定支点要饱满。第三个啊，就是下踩捋，下踩捋，下踩捋在我们的连环炮里边有果发，果发啊，捋发，这是下踩捋。那么第三个啊，要学会踩劲，踩劲。什么叫踩劲？向下的劲都为踩劲，当对方推我，这就是踩，手就踩。这个踩是注意啊，踩的时候一定是稍接踩，千万不用肩，用肩就不行，也不能垂直的向下踩，要有个侧的方向啊，每个劲都要具备六个方向，这是基本的。学习上拳要学会踩啊，踩。当然踩有很多方法，直踩、退踩、停、进踩，有刚才说的叫踩手，还有呢踩肘、踩肘踩下去，还有踩肩、踩肩，还有踩肩。所以踩是在拳的招法里边无处不在，
每一个劲儿都可以叫捧底劲儿、捧踩劲儿、捧底劲儿、捧腕劲儿。捧劲是基本，捧底基本。第四个，要学会泰拳的基本方法缠劲，例如黄龙绞水，这是大缠法。大缠法这种缠法，如果你身法摇一转，人就可能可以翻过去，因为不翻他的腰背就会坏。这种大缠法要在通过二六圈的练习，一定要学会啊，一定要学会大缠。当然像这种小缠法，像这种小缠法也要去体会体六个方向的劲，这种小缠法。第五条，要通过二六圈练习对自己的步伐有个提高。比方说当对方按我的时候，我想上步，那上不去啊，那怎么办呢？再形成两个火车对开，我领我走，我把它向前领，我再向前走，这样过去就是白脚踏。大家可以看，还有一个，我要带他走的时候，我领我走。所以呢，要把这种步伐学会。当对方推你的时候，你可以退；当对方退的时候，你可以进。当对方力量非常大的时候，你可以侧，所以呢，这种步伐要反复练习反复练习。我们下面讲一个提法，大家看，摇可以把人提起来，这有肩靠，就是通过摇可以把人提起来。那么就一定要圆运一定要圆运，不圆运就不行。最后一条，就是你在练拳的时候，在搏击的时候，你在推手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腋下空。所有加起来的动作，卸肩的动作，将都对你的搏击有所影响。因为泰拳本来就是搏击术武术就是搏击术，武术的武就是功力的训练，武术的术就是技巧，是功力和技巧相加在一块的一种搏击运动武术的基本含义就是攻防，有攻有防，攻防含义。所以你在练拳的时候，每招每式都要有假设的敌手，像陈鑫说的，练拳时无人当有人，推手时有人当无人练拳时要非常认真的去练习，推手时要非常潇洒。比方说对方出了直拳打我了，接手打上了，那么你说你打吗？我接手，我在练懒大鱼，这是练拳。推手时无人当有人，对方出拳接打，这懒大鱼，这不是在推手对方出直拳接，我得躲左耳红，对不对？对方出手接手，我得躲开心肘，翻过来一滚，我在这窝里泡。就是你在推手的时候要有人当无人，要放松要放松。放松有个原则，放松是在捧劲不丢的基础上放松，不是一味的不用力。不用力是泄，是丢，是散，是扁，是溃不成军是溃不成军。所以练拳的时候要非常认真的伴着意走上去。最后我讲一条，每一个转关往返须有折叠，折叠就通过顺移山的改变叫转关。比如手捋到这个地方要回来，不能这样回来，五个手指一块回来不行。陈兆辉老师讲，禅法是大指顶着其他手指对个跟上，每个手指都要去走他的意，不能够五个手指一块转，五个手指一块转就不是对个了。在转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开，逐渐的才能一起，不能够过来了又过来了又过来了，那不行。
一定往返须有折叠，进退须有转换。什么叫转换？就是你的步伐不能退直线，要退弧线，你上步也是弧线，进和退皆是弧线。社会上有人流传说太极的步伐叫雨步啊，当然这是没有依据的采访。什么叫雨步呢？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长期跟水打交道呢，就得了关节炎。在关节炎走路呢，就很他不能正常的走，说他这疼啊，他走到要点一下，然后再去迈步。他每个步都要通过，这个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这个步伐是个弧线的步伐，是个螺旋的步伐，是个蚕丝的步伐，是个非常好的。不管它是不是雨步，这种流传不管是不是大雨，但是我们就在这种蚕丝的步伐非常好，要通过弧线的运动，啊，弧线运动。本趟拳主要是练习功力和发力，啊，加大你的功力，加大你的发力，要求自身的协调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要想练出棚劲儿，必须练习蚕丝。要想练习蚕丝，必须节节分家。要想节节分家，必须稍节领筋。要想稍节领筋，必须两头卷曲，必须两头卷曲。这是一步一步的登入太极殿堂的台阶阶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体悟它，揣摩它，早日登上登早日进入陈氏太极拳搏击的殿堂。